男朋友很麻烦。对啊，你看你一天早上起来，你要挂，你可能花半个小时，你要提早半个小时起床，睡觉还比较实际。嘟嘟悠悠真的长大了，两个戴安全帽跳舞的小女孩，今年已经要升国三，长相没什么变。有啦，有吧？有啦，有啦，确实有。因为今天是特别化，就是跟小时候一样的。刘海啊，没上刘海，他头发也是。我们学校没有男生的，所以还好。别的学校有男生哦。会，一定会啊，只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在校门外了。会就会那种高中的，就可能星期五，然后第七节下课那边化妆，然后等男友烫头发什么什么，然后就是走出去的时候就有男朋友来接她回家。那你会羡慕吗？对，不会不会不会。放学还要这边打扮很麻烦呢。你看你一天早上起来，你要化，你可能化半个小时，你要提早半个小时起床，睡觉还比较实际。你们不会想谈恋爱？不会啊，交男朋友很麻烦。对啊，他每天早上他传讯说哦早安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同学就是一整个礼拜，那礼拜天的时候就男友可能就说什么我们先什么冷静一下之类的，然后那个同学那一整个礼拜都会就一直愁眉苦脸那样，就觉得很麻烦啊。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生，然后整一整个礼拜都这样？觉得好早熟。就是想说18岁再谈恋爱这样，也快不用啊。但长大后可能，但是现在是没有的。就跟你们谁功课比较好？他我，只是也没有到很好啦，没有到非常顶尖，对，比他好。数学的部分好很多，但是我英文会比我英文有比他好啦。他英文比我好，然后我数学比他好，但是英文差距没有那么大，但数学差距可能他这边我在这边这样。这种排名的话是也是我。上次好像快100，然后老师说记得要教你姐姐功课哦。对，他就跟我说你姐姐数学有点不太 OK， 你来帮我教她一下，因为他的同学每个教他都口吐白沫那样。然后呢，他很难理解，他每次一开始就开始骂人说，可是你怎么会不会？然后就开始骂我，然后呢，我就也不想给他教，然后就给同学教，但同学也教不会我，所以。数学他真的很难教，就是你跟他说重复一样的东西，他怎么样就是不懂。我也不懂他怎么为什么会不懂，这怎么懂啊？你数学都几分？我都是低标以上的，低标以上，均标以下。公民老师会在那个全班说，我们来看左左右的影片，然后呢就半小时的课就过去，他就说不难哦，他说你们要不要来前面跳舞，然后呢我就只能跳舞。我觉得尴尬啊，就大家要。会啊，很尴尬。有一点尴尬。会想继续走演艺圈吗？会啊，现在目前是跳舞。就是以后想当舞蹈老师，不想要再当唱跳歌手。如果有机会的时候，当然如果有机会想要，对。但是现在会比较想要先跳舞。